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这一身非常的泰国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干嘛 ？King Power 王权免税店，我们要去看一下。King of Duty Free， 反正来到泰国，我觉得要逛几天。买个墨镜。这边，这边好。干嘛？这适合我妈吗？我妈48岁。你怎么暴露以前年纪了？我给她背一下。我的音响掉了，我买个音响。我的低音很足哎。我在听姚琛，姚琛在 King Power 听姚琛， King Power 赞助了姚琛，所以姚琛听 Power。好了，把自己绕进去了。有没有折扣啊？要办会员卡。那给我办一个。您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，搜索泰国王权 King Power， 这里就有告诉您充值20000泰铢办的是9折会员卡，然后有消费积分，还有送您优惠券。价格的话就可以直接从你的卡里面扣，好啊，这有20000，然后里面还有其他的优惠券。优惠券。有线上优惠券，有线下优惠券，有机场用的，有这里用的。就很简单，就填一下就 OK 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看上面。这人是谁呀？那这还挺方便，我刚好我的信用卡丢了，这儿就直接用微信就。好看，好适合我妈呀！哎，你觉得哪个适合我妈？我觉得黑的。其实这个程序里面，它就可以有直接能够换算的。哎呦，每个还不一样，银联最便宜。B 姐，感谢你对我的照顾。儿子就给你买了吧。哦，我想要这个。这个是直播单，然后我们这边，您是在斯万纳普机场出境的话，就是在这里有斯万纳普的地图。OK。进关之后有东西两个提货柜台，这边两个地方提货。对，是的。OK， 好。他。这个辣的很好吃。多买一点吧，买点可以。我不懂啊，看不懂哦。Song to Kai Ken， 辣味的，海苔味的，买一堆 token 的。走，结账。那我觉得今天的一整个 King Power Vlog 就结束了，然后觉得非常好，这里面什么都有，有吃的，然后也可以买很多东西，连这种剧院也有，非常方便，很开心这次能够在泰国在王权免税店去买东西，下次还会来。愉快的一天结束了，泰国，拜拜。